超级汽车。原始人之家。快，是新的求助信号。哦，是一个原始人。露莎，露莎，阿库纳塔，放库拉。他在说什么？我一句也没听懂。瞧，又来了两个原始人。亚伯林卡，卡罗汉娜。我的奥达路亚。不好，他们怎么打起来了？我们快召唤超级汽车吧。警车雷克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。变身！今天的惊喜道具是翻译耳机。时空跑道开启！超级汽车出动！控伞，控伞，慢路撒！控伞，控伞，马特路撒！大家快住手！对呀。哦，要开启翻译耳机。这回好了。我是警车雷克，你们为什么吵架呀？我们想建房子，但想法不一样。我想做石头屋，这样才坚固。我想做栅栏，这样才能防御野兽。我希望房子上有很多花花，这样才漂亮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放心，你们的想法都会实现。这是吊车阿力。他按照你们的要求设计了一个新房子。看起来很坚固，很安全，也很漂亮，我们喜欢。那太好了，大家一起来建造房子吧。是原始人，乌塔库塔塔，一起努力建房子，不要再吵架。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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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，石头一块块放好，房子高高高。我们都是原始人，乌塔库塔塔。一起努力修围栏，互相要帮忙。咔嚓咔嚓嚓，咔嚓咔嚓嚓，咔咔咔咔咔咔，咔咔咔咔咔咔咔。木板一块块放好，围栏很坚固。怎么和图画上不一样？我知道少了什么，是好看的花花。我们都是原始人，乌塔库塔塔。漂亮花朵在哪里？我能找到它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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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花儿一朵朵绽放，房子建好了，坚固、安全又漂亮，我们好喜欢。这一定是最棒的原始人之家。大家的合作很完美哦。乌塔库塔塔，海底寻宝。今天天气好，古堡上班了。最棒的挖掘机要开始工作了。快停下！刚刚是个小意外，
我只是因为天气太热了，想洗个澡再开始工作。怎么挖不动了？吼吼，难道是什么宝贝？呀，是张藏宝图。宝藏就藏在海底。海底有宝藏，嘿嘿嘿，那一定是我的。嘿嘿嘿，刚好是使我新发明的暗黑鲨鱼车。大海这么大，靠我自己找宝藏得花一年的时间吧。这可怎么办呢？对了，呼叫指挥中心。嗨，酷宝，好久不见。贝乐湖，开心湖，你们看，我挖到了藏宝图。哇，恭喜你！可是光靠我自己肯定找不到宝藏，我需要帮助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科，火箭赛车旋风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准备好了吗，朋友们？来吧，开启潜水模式。宝藏宝藏你在哪，我们都来找一找。贝壳珊瑚和海草，不对不对，找错了。开启雷达滴滴滴，目标目标发现啦，向左向右向前进，宝藏宝藏在这里。大大铲子挖呀挖，挖开石头和泥沙，用力用力向下挖，宝藏宝藏出现啦。终于找到了。不好，我们的宝藏被抢走了。我去追回来。加速加速轰隆隆，追呀追呀冲冲冲，尾巴肚子撞啊撞，宝藏宝藏回来啦。旋风快跑，我来帮你。追着目标游啊游，发射大王咻咻咻，躲来躲去抓不住，再来一次不放弃。抓到了！鲨鱼鲨鱼有尖牙，妖魔大王咔嚓咔，我们快快想办法，小船小船压住它。我又失败了。是个奖杯。你们看，这写着什么？恭喜你成为勇敢的冒险者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这个奖杯属于勇敢的冒险者。恭喜你，酷宝。不，应该恭喜我们，因为我们都是勇敢的冒险者。大战暴龙装甲车。哇，是我最喜欢的电影。哦，是什么？暴龙装甲车。哦，哇，看起来好酷啊。别磨蹭了，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呢。来了来了。
库吧。让我再看五分钟，要不三分钟也行啊。暴龙装甲车，嘿嘿，我有一个好主意。暴龙装甲车，哦，酷宝。对不起啊，阿力。酷宝，你得专心点，我们今天必须建好这座大楼。我知道了。怎么回事？小心！是暴龙装甲车！酷宝，快跑呀！电影里的暴龙装甲车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情况不对劲，赶紧呼叫指挥中心。阿力、酷宝还有瑞博，你们怎么了？暴龙装甲车从电影里跑出来了，它推倒了我们的大楼。啊，这怎么可能？不好，城市有危险！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大力神吊车阿力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七彩搅拌车瑞博，超级汽车出动。长手臂哐哐哐，把石头吊起来，大铲子咔嚓嚓，救援全靠它。大家别害怕，快去安全的地方，我们来帮忙。不许你伤害大家！大钩子甩呀甩，紧紧地抓住你，一二三上后拉，哎呦头破了，水泥变变变，高高墙壁困住你，赶紧别想跑。糟糕！大铲子挖呀挖，挖出个大洞。转呀转，水泥水泥哗啦啦，变成雕像吧！哈哈，成功了！快开始修建大楼吧！快掘起挖呀挖，大吊车搬呀搬，跳搬车转呀转，工作开始啦！加速来建造，一层层越来越高，大楼建好了！比之前的更好更高了。说起来，这东西到底从哪儿来的？哼，你以为我又失败了吗？不，我还准备了升级版。怎么回事？给我停下！快停！失业的垃圾车，嘟嘟嘟，我来收垃圾了。小美，我家的垃圾已经被收走了，你看。啊，奇怪。洒水车爷爷，我来收垃圾了。小美，你来晚了，我家的垃圾已经被收走了。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今天早上天还没亮，就来了一辆垃圾车，是他把所有的垃圾都收走了。哼，哪来的垃圾车，抢走了我的工作。是我发明的，
怪兽垃圾车，嘿嘿，去吧，把所有的垃圾都还给他们。到处都没有垃圾，看来大家不需要我了。这是什么？好臭呀！怎么会这样？呼叫指挥中心！小美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天空在下垃圾雨，你们看。原来是怪兽垃圾车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分类垃圾车蓝红灰绿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房顶上、树上、池塘里，到处都是垃圾。我们该怎么清理呢？如果这些垃圾能聚在一起就好了。哦，小事儿，瞧我的！城市里面脏兮兮，到处是垃圾。我是铁臂挖掘机，举起大铲子。哐哐哐哐哐，哐哐哐哐哐，哐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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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街小巷的垃圾收集在一起。好棒呀！垃圾堆成一座山，大家别慌张，我们一起来清理，垃圾分开装。刷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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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垃圾全都看不见。街道变干净，快看，那边还有垃圾。哦，是怪兽垃圾车。前面的，快追！天空下起垃圾雨，大家要小心。左边右边来包围，一起困住你。看我的石头！咕噜咕噜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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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咕噜噜噜，大把石头困住你。出垃圾，垃圾垃圾都清理，城市变干净。大家辛苦了！砰砰爆米花，能田大丰收。收割机哈维开始工作，小麦咔嚓咔嚓，南瓜咔嚓咔嚓，番茄咔嚓咔嚓，玉米咔，玉米呢？怎么都不见了？哦，原来是被他偷走了。嘿，你是谁？什么？哎呀，好痛！痛就对了，爆米花车，让他们吃点苦头。小鸡们，多吃一点哦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陈伯伯小心！情况紧急，呼叫指挥中心！怎么回事？是我眼花了吗？肥老虎开心虎，有辆会喷爆米花的汽车！阿伟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
不过我绝不允许他这样浪费粮食，必须赶快阻止他。你说的对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装甲消防车超级。全能收割机哈维。超级汽车出动。快速强有力，爆米花变呀变，满天飞，左边飞，右边飞，飞呀飞呀。消防车打水炮准备好，瞄准目标，砰砰砰砰砰砰，小意思。哈，他没有爆米花啦！不好，他又要去摘玉米。放心，有我在呢。收割机咔嚓嚓，齿轮转得快。别想跑！哼，这就是浪费粮食的下场。沙滩演唱会。哦，怎么会这样？太可惜了。啦啦啦啦啦！嗯？啊？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唉，大风吹坏了北极熊先生的舞台。北极熊先生，别太难过了，你可以找搅拌车瑞博帮忙，他一定能修好你的舞台。真的吗？嗯，他可是超级汽车哦。至于你的演唱会嘛，明天再开也行呀。来不及了，明天我就要走了。算了算了，什么？北极熊先生要走了？哦，他要离开贝勒小镇。好，不行，我不能让北极熊先生临走前留下遗憾。我要帮帮他，呼叫指挥中心。妮娜，找我们有什么事？啊，说起来真令人难过，北极熊先生真是太可怜了。妮娜，能不能说重点？啊，好的好的。北极熊先生明天就要离开贝勒小镇了，我想帮他修好舞台，举办演唱会。哦，明白了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跳跳出租车妮娜。七彩搅拌车瑞博。豪华公交车巴斯。超级汽车出动。嗨，妮娜，听说这里需要一个舞台。没错，时间非常紧迫。别担心，我可是魔术师，舞台说变就变。滚烫滚烫，转啊转啊转啊。
嘟沙嘟，搅拌搅拌搅拌，水泥水泥颠啊颠啊颠啊，舞台舞台建好了建好了，不错吧？好像还少了点装饰，都在这里呢。星星星星，一串一串发光，花儿花儿，一朵一朵绽放，舞台变漂亮，我们都好喜欢。还没完成呢，座位座位，一个一个摆好，话筒音响还有钢琴吉他，舞台搭建好，演唱会开始吧。我去找北极熊先生，我去把观众们带过来，加油！车门打开，快快坐进来吧，所有观众全部都能装下，坐稳手扶好，哦，我们出发啦！车门摊开，向上跳一跳呀，四处看看，大明星你在哪找呀？找一找，哦，终于找到他！北极熊先生，演唱会就差你了。跟我一起唱歌，啦啦啦啦，跟我一起跳舞，感谢朋友们来我的演唱会。谢谢大家，谢谢超级汽车们。北极熊先生，明天你就要离开贝勒小镇了，我可真舍不得你。哦，哦，我只是去旅行，过几天就回来了。旅行？看来是我误会了。章鱼车来袭！一、二、嘿！一、二、嘿！成功了，终于从大坑里出来了。太感谢你了，雷克警长。不客气，路上小心。嗨，小美。你好，雷。对不起，我弄脏了街道。雷克警长，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今天是城市清洁日，我们必须保证城市里干干净净，一个角落都不能放过。好的，小美，我现在就去洗澡。啊，很好，我也该去打扫公园了。想让城市干净整洁，哼，我偏要把城市搞脏搞乱。章鱼车，该你出场了。终于洗好了，我敢说我是这条街最干净的汽车。是谁？天哪，呼叫指挥中心。雷克警长，出什么事了？有辆章鱼车在到处喷墨，这种墨汁又黏又脏。你们看。我们要赶紧清除墨汁，超级汽车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大力神跳车阿力，螺旋洒水车咕噜噜，超级汽车出动。
长长手臂无穷力气，大车小车都吊起，需要救援大声呼喊，超级汽车来帮你。大家都安全了，葫芦爷爷交给你了。小意思。旋转喷射哗啦哗啦，上上下下都冲刷，加强威力喷喷喷喷，大街小巷变干净。葫芦爷爷小心，站住别跑，守护城市我的责任，加速向前追追追，小心小心左右躲避，超级汽车保护你。哎呀哎呀看不见路，开启雷达滴滴呜，发现目标快快行动，是猪大王成功抓捕。哦，钓到了一条大章鱼。哦，大鱼大鱼哗啦啦，冲上街道冲上房屋，大雨大雨哗啦啦啦，空气变得好清新。太阳太阳出来啦，照耀城市美丽干净。太阳太阳出来啦，每个角落亮晶晶。快看，有彩虹！哇！这个没用的章鱼车。还是我自己来吧，超级汽车，我要把你们掰啊！这个坑还没填好啊！救命啊！寻找大怪兽。你呢？你在排队买什么呢？是最近新出的怪兽漫画书哦，我听说非常好看。雷克警长，你要不要也买一本呀？人太多了，我先去巡逻，一会儿再来。雷克警长，发生什么事了，嘟嘟车们？我们发现了一个怪兽。怪兽？你们说的怪兽？该不会是他吧？没错，就是他。这是漫画，你们一定是产生幻觉了。不，我们真的看到了怪兽。你们是在哪里发现了怪兽？带我去看看吧。跟我来。雷克警长，我们就是在这里看到了怪兽。没错没错，这是他留下的大脚印。看来真的有怪兽。呼叫指挥中心，贝勒虎、开心虎，城市里好像出现了怪兽。啊，怪兽？没错，我必须马上升级去调查真相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超雷达警车雷克。超级汽车出动。怪兽怪兽躲在那，开雷达滴滴呜，花园里面找一找。哦，发现大脚印。地上脚印一排排，样子样子很奇怪，走过去又躲过来，消失在花园外。怪兽怪兽躲在那，开雷达滴滴呜，大街小巷找一找。发现大脑袋，是怪兽，我看见它了。一起抓捕大怪兽，速度速度要加快，左边右边来包围，我们要把你打败。是猪大叔。怪脚印和大脑袋，原来只是个意外，
真相，真相一揭开，哦，怪兽不存在。原来没有怪兽啊，猪大叔，真是抱歉，我们差点把你当成了怪兽。不要紧。可是你为什么要打扮成怪兽的样子呢？哦，对了，我是为了宣传这本漫画书。我听妮娜说它非常受欢迎。没错，如果你们也喜欢，这几本就送给你们吧。哇！